啊，这个是什么啊？跳火圈啊，在旁边要点火啊。这是干嘛的？跳火圈这样跳过去的、啊。怎么？那这个要干嘛的？要从这里就跳过去、啊。怎么可以呢、啊？这是要干嘛？你报价。像不像跳火圈？这感觉像什么？游戏里面的圈圈，叫那个狗啊，这样跳啊。对啊，这可以放鸟啊，然后这里有狗可以跳啊。对啊，鸟就站在这里啊。这是马戏团用。哇，马戏团专用。